一位瑜伽士是否可以会飞或者悬浮？如果可以，那怎么做到呢？这是违背万有引力定律的。有一位记者这样向著名的瑜伽士萨古鲁提问，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萨古鲁却回答道，这是可以做到的。他解释说，通过一些特定的练习，人们可以逐渐减少重力对身体的作用，使得悬浮的现象成为可能。此外，萨古鲁提到，当你的昆达里尼以巨大的力量上升时，也许不会悬浮，但人们可以观察到身体自行升起然后降落的现象。需要注意的是，身体不会停在空中，而是会起飞然后再度降落。然后萨古鲁讲述了玛雅玛的故事。玛雅玛是一位神秘的女子，没有人知道她来自何处，但从她的容貌来看，她似乎是来自尼泊尔的。她生活在南印度最南端的卡尼亚库马里，她从不说话，她的朋友总是一群狗，她对这些狗非常关爱。她经常从饭店偷取食物，然后把食物给狗吃，因此她多次被人们发现并被抓住，人们会打她，向她扔石头，但她从不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在某些时候，当人们看到她时，她会漂浮在海面上，她就在那里轻轻地漂浮着。这个发现使人们不再打扰她，尽管他们依然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食物，但他们不再去打她，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她漂浮在海上的奇特景象。萨古鲁继续说道，我能做到吗？我只想在地球上行走，我没有漂浮的意图。他解释道，通常那些遵循哈达瑜伽之道的人可能会进行这些悬浮的壮举，但这对于生命来说并没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如果你每天漂浮几分钟，那会如何改变你的生活呢？我们的努力是让你能够在生活中行走，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你都可以无动于衷，像一个孩子一样，就像你出生时一样。你的生活中发生多少事情都无关紧要，无论有多少事情出错，每一天都是一场危机，但你仍然无惧地走过生活，这是一个奇迹。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创造这个奇迹。在你临终时，如果你像刚出生一样，那意味着你创造了一个奇妙的奇迹，毫不触动地度过了生活，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有兴趣创造这个奇迹。如果能够在空中漂浮，行走在水上，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你在水上行走三天，当你获得所有关注时，那会很好。但如果你每天开始在水上行走，没有人会注意你，他们都会坐上快艇嗡嗡地离去，然后你也会希望自己有一艘快艇，不是吗？萨古鲁对记者关于自己是否能漂浮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只是表示他并不追求漂浮或者飞行的能力。关于他本人是否能漂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或否定这一点。对此，您觉得萨古鲁本人可以做到漂浮吗？实际上，在西藏和印度的传说中都有提及会飞的瑜伽士，而且确实存在一些历史和文化的记载，在一些古老的文献和传统故事中提到了一些瑜伽士能够通过修行和精神力量实现飞行或浮空的能力。这些瑜伽士通过掌握身体、呼吸、能量和意识的技巧，超越常人的限制，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操纵自己的身体，从而实现飞行的效果。不过一直以来，这都缺乏科学验证和可靠的历史证据，因此对于这些能力是否真实存在，仍然存在不小的争议。那么您觉得会飞或者漂浮的瑜伽士真的存在吗？下期我们继续看看可以漂浮起来的非洲萨满人，看看他们神奇漂浮的背后是否有着不可告人的奥秘。